长大后你的职业你要做什么？你的职业要做 mechanic， 什么的 mechanic， 还有什么装什么？我喜欢做 robot 的 mechanic， 所以我经常有买一些blocks 的东西去给他栽培他的创意，跟给他培养他的兴趣。他每次都会创造出不同的那个构造给我看，我也是感觉到很惊喜。他这样的年龄就可以配置出很多不同的blocks， 比如说他有曾经他有装过一些 robot 让我很震撼的，然后还有一些动物，比如说连用 blocks 都可以排出一个螃蟹。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会买更多的参考书，还有有这类的课程，我会送他去，让他在那个环境，然后可以让他发出他的潜能，他的长处，好，希望他长大后可以他的实现会，他的愿望会实现。在家的时候，他平时呢，他都很爱帮助父母亲做家务，比如说父母亲比较忙的时候，他会帮他的妹妹和他会帮他妹妹拿一些奶罐啊给父母亲泡牛奶给他妹妹啊，然后他妹妹的尿片满的时候，他会叫爸爸换尿片，谢谢。